佛怒唐莲好像还没讲，对不对？来喽，我们的大掌柜又来了，超耐玩。这些也是直接出一波的游戏，把那个带路出来吧。这些我之后都要一直玩，你把这个解决。哼，斗罗世界怎么那么久？巴尼比，猪哥，你就像我那身流水，哦耶，不能讲诶，还是要去别人的队伍啊，这样子吗？这是新的吗？好爽啊！欸，都不知道有这个系统欸。还是我们的程度已经可以再拉了哦。不能建议啊。